闽南农业教育生产什么海产品？目前及手工，你分得清楚无？丰收的秋季，老闽南带你行海卡，探永贵滨海美食。秋天到了，今仔咱来食闽南秋季海鲜蛇羹交目鱼。这是撒蛇羹加温导游食，这是咱闽南地区最常见的食法咯，吃吧嘞。味素阿鲜阿甜，这是蒸蛇羹，应该阿祖人细汉的时阵计也爱食这个蒸蛇羹，非常的香。下脆个松，再配上海鲜的这种咸味，这是水池顶的茶白鱼，很香哦。而且白鱼的遐比蛇羹较高一点啊。白鱼交蛇羹有啥物无同？应该是安倒得来，你知影？八月秋风起，红牛赤壳，红刀甘蜜香。开始行军来逃亡，九月就记目鱼乌杂蛇羹望来尝，一道顺口好听的闽南歌曲，唱出了闽南海边一年四季优贵海产品。秋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唔那是农作物丰收，就连海鲜也迎来新一轮的丰收季。利用了九月，正是目鱼甲蛇羹。第一红火的时阵，起走了，走了。得了的快！早起七点，已经有真侪人聚集在深湖鱼港了。第一清秋的海鲜食材，就要来这搭吃买着。看你透早就伫这搭无闲了吼，为什么要分早过来？因为昨天较早起来，所以更加新鲜，是干那早河番啊，较河尾河市就要买。我看仔啊，搁计活嘞吼。是啊，搁了。啊，搁叮当。啊。蛇羹的体型散长，在闽南有蛇羹、小羹的称呼。伊有一对大鳍，整体看起来就亲像是红缨枪的枪头，下面有十条脚。墨鱼甲蛇羹同款，都属于十弯种目。不过墨鱼的身材搁较圆润，血质也搁较高。虽然这两项的口感无同，不过因都是闽南餐桌顶常见的营养美食。哦，就固定山顶沙站咯，我老爸坐那些船，你个加设咯沙站旁跩卖鱼卖鱼咯。嗯，船一摆出去放了偌济落来？总共一波是三十几斤啦，啊，起来一波出去。他做了一百外波，就八十波啦，七十波。船出去一百就外久倒来？正常船头的话是一日至两日咯，啊，经常要两日咯，啊，较远的安尼三日、四日，上衰四日，才保证船个时效。船出去之后，船更是怎啊厉害啊？咱船出去之后，咱船有灯嘛，咱灯开开啊，海底水面灯也开开完。是啊，只笑咯，灯光诱鱼嘛，啊，等鱼来咯，啊鱼啊有鱼，咱就放网。啊，较无半点钟的时间，规船的蛇羹就都虚幻清脱脱了。这只蛇羹会托虚幻运送到各地的菜市场，因真紧就会让民众买倒去，出现在咱的灶卡内面。阮海卡人正常将个起来切切，啊，接落去冒一下安尼咯，冒一完，再起温倒就搓，安尼最好的保留着它的鲜味。咱就先做一下。水蛇羹的时阵，就先将八只切开，清理内脏，将乌毛剔除，接着清理蛇羹的头，将目睭、喙齿剔除，口塞去盘，剪开水清气。正常两分钟至三分钟就会得了，就是会熟得了，无水烧久会烧崩。
咱对于苏梗的新鲜度要求比较高，所以豆油最好是用原味的豆油。苏梗的鲜味和豆油的香味结合在一起，调和出特有的清甜的口感。这是大苏梗，这是小苏梗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内底有一只歌吼。所以苏梗的饭就是苏梗的卵。哦。有阵食上个就是，小可阮豆油炒者跩粿也是真香。是跩也香，啊，这个是那种青椒蛇羹哦，一丁哦，丁红，那一丁哦。嗯。你若无青椒蛇羹，丁皮羹扭散去，就剩丁白个跩咯。所以说，咱若是去菜市场，阮买种个蛇羹，一个酸，表面有跩红红个皮。是，有红个皮啊，一点一点的，同个那个青椒。哦。就说咱有阵讨爱嘛，啊，咱有阵青椒蛇羹起来，我爱做咱就讲，把切落去，切落去皮白杀完啦，直接温芥末，直接食得咯。嗯，牙齿滴牙齿菜安尼，安尼咪做试一摆咧，再叫感受下。嗯，好食。好。逐年的这个季节，咱来会伫深湖看到真侪渔民伫户外在拍苏梗。渔民甲阮讲，苏梗拍做白以后，佫较方便提船。要食时阵，夹出来浸泡发热就可以吃咯。那是加工做苏梗时，也是相当好料的滨海零食。因为受欢迎的程度高，又佫是闽南沿海新鲜的海鲜的食材，所以真侪闽南人喜欢伫祭祖或者是敬拜神明的时阵，拜苏梗或者是苏梗做海鲜甘味，祈求平安顺利，学业有成。苏梗唔来口感好，营养价值上款也真高，伊富含蛋白质、钙、磷等营养素，袂输牛血甲金枪鱼。水月来时节，可以适当的食淡薄苏梗，有滋阴养胃、补虚润肤的功能。你参观作为秋季、应季海产品的墨鱼，也是闽南餐桌顶常见的一道菜。班中初是一个外汇厨师，做这行已经30年了。伊甲阮讲，墨鱼是真受闽南人欢迎的一种海鲜。墨鱼的指甲法有真多，那民众平时第一看的就是炒墨鱼。那是报些做啥物啊？墨鱼哦，来哦，伊是凉皮，啊，搁有墨盐嘛，糊嘛，所以说就是要去盐、去皮、去清气，哦。水清气来就成安尼啊。陈信甲阮讲，紫海鲜第看重的就是食材的新鲜程度，所以伫买时阵，着拣颜色透明、触手佮头部完整的墨鱼。炸落去哦，食完鱼安改做红来花。啊，为什么要切做红来花形状？红来花哦，就着增加伊个在炒哦，有火力比，哦，加伊也较脆，哦，较好，好好啊，较好。搁食啊，搁重一罐嘛。哦，咱这个准备一下什么配料啊？彩椒、西芹吼，一般咱较闽南特色的较有海鲜的闽南小味。哦。外汇食材量真大，但现习惯将所有食材发落好势，再来准备起鼎煮食。准备就鼎咯。头一步做，咱就搁过水者，过水了后再放落干水。起来哦，咱就食，个口感加真好，加牙脆。上关键的就是爆炒嘛，爆炒嘛，好就红咯。这个无用慢火的，过火就咱闽南叫做啥食材捞煮，捞煮来食。好，所以说时间紧，好，所以这个火候掌握相当重要，所以嘛可以食火候。爆炒起来菜品啊，你看起来色泽真好。经过烈火落去炒，一盘色香味造成的炒墨鱼就出鼎了。墨鱼又叫做墨汁，因为伊体内有乌色的墨水。闽南民间对此有特别美好生动的文化寓意，一定认为这个是福有时时的意思。这种墨鱼呢，伊腹内有一团的乌墨。咱靠近跩闽南的跩文人墨客呢，有经常将迄团墨给拔出来，然后呢，当作墨水来写文章。所以说，咱一般呢，伫咧大写字、演道呢，就用
这个墨鱼呢，叫是文章，就说东班花进文章，西班就叫做文章华国。墨鱼哦，在咱这个宴席顶面哦，已称为大菜。什么叫大菜啊？是一定就出到的啦，就是猪、鸡、鸭、鸭、墨鱼、翅。安尼啊，这个是大菜。墨鱼唔那比虎尾米好的武艺，应用在节奏等美食活动，伊的有些价值也上款真贵。墨鱼的血一骨都可以入肉，墨鱼骨肉材名叫做海飘烧，性味温，是一种良好的护胃解酸料。在清代食疗养生之作《水色居饮食谱》内面，也有这款的描述：料口含滋甘性，补血脉，调经带，水液护人。中医认为墨鱼有养血通经的作用，可以补脾益肾，对妇女人特别有好处。墨鱼的营养价值真高，伊蛋白质也真高，伊如果掺鸡鸭。还搁着滚咯，伊补气血。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立秋以后，正是进补的好时机。生产着秋季的苏根甲墨鱼，以及清甜的口感甲丰富的营养，成为了第受闽南人欢迎的秋季海鲜。一份苏根墨鱼，将大海深处庇护上船。经过鱼鳞鱼贩的手交咱的厨房，再过经过精心的指甲，最终被送上餐桌。咱在丰收的金秋品尝苏根墨鱼，唔那是满足咱在熬滚食的人唤起细汉时阵的记忆，更加可以在美食当中感受讨海人的拼搏精神，甲海洋的无私馈赠。